那我就命人把山门口的马蜂窝捅，看你那些天兵军将受不受罪。泪清风上喉，二殿下有异议。三言两语将是千手工的马蜂窝捅不捅，一瞬间看透。和你撒完结了，我可能从最高处跳落去。这话要传到天后耳朵里，可有你好处。天后也是挺开心的，应该说该罚的也罚。是是是。是是这是什么？如果你要责罚后人上天，轻言而行，一并责罚吧。不空的双手，无人回首，软语又还手。若轻的是轻的猜错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杀。生难得，为你忘记我。我现在罪名还没有澄清，我若走了，你不就成了魔族的帮凶？你有没有罪，深的比我更清楚。凡事都有我的。你算个私放这魔女！夫人，快走！进来。始终的相投，痴迷了太久。落日配好酒，美不胜收。我用这我对凤然的感情，是我心甘情愿。真实的血肉，你可以杀害他。多少次你不能。转眼又心痛，将如期的我，走成了。你想得美，那是因为你在天宫外后直说话，礼尚往来。不空的双手，无人回首，软语又还手。若轻的是轻的猜错，你说我呢？人死当是否？这是梦蝶，把他们每次打我，都看着我生气，每天回去了。用完冰雪之法后，还能从你一切生气，仅限为你。